嗨，Hi, 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你了解真正的中国。今天是二零二三年十月二号，这一期啊，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咱们啊，先看扎波罗热战场。根据乌方报道啊。 乌军啊已经突破了维尔波维防线啊，目前正在向托克马克方向移动。当然，这是乌方的报道啊，没有经过核实啊。在维尔波维方向、啊，乌军是换装啊，全部西式装备的九十三旅。这个九十三旅大家知道吧？就是坚守巴赫穆特的主力。啊，他巴赫穆特啊被瓦格纳占下之后，九十三旅去轮换轮休啊，然后全部是西式装备。这回啊。 他回到这个扎布罗热战场，哎、呃，变守为攻，啊、呃，他是进攻威尔伯维。这次不是打防守了，是打攻坚战，拿下威尔伯维，目标就是托克马克。这个俄军啊，第五十八集团军设在梅利托波尔的这个指挥部啊，遭到这个风暴阴影的拜访之后啊，元气大伤，因为他的指挥部啊，司令还有参谋长好像都受伤啊，军官估计是死伤无,无数啊。在这种情况下，俄军啊，第五十八集团军现在是处在一个就随时有崩溃的可能。 那在其他战场啊，克里米亚、黑海、巴赫穆特、赫尔松，目前啊没有太大的这个战线的变化。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日内啊，今天啊他发了一个小视频呢、啊，他说啊，从今天到永远，我感谢所有捍卫我们国家、对占领者进行应有反击、让胜利更近的人。 确实要感谢这些乌克兰的勇士啊！啊，正因为有乌克兰人这样不怕牺牲啊，才顶住了俄罗斯的这个侵略。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四号，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啊，刚开始乌克兰只有招架之力啊，但是随着这个战争啊打的时间越长，双方这个态势啊明显已经掉过个儿，现在是俄军没有防守之力啊，就是没有还手之力，他只能在阵地上坚守。去年还是俄军啊单方面的频繁的用这个巡航导弹啊各种。 魔改的啊，各种导弹去轰炸乌克兰，无人机轰炸乌克兰。但是现在呢，俄罗斯的导弹是越来越少，俄罗斯的无人机还在飞，但是呢，它被击落的是更多。就是乌克兰的防空系统啊，越来越强大。反过来，乌克兰是武器啊，它的无人机啊，这是它自己产的无人机，频繁的轰炸。 俄罗斯的这个莫斯科、圣彼得堡以及其他的重要军事目标，乌克兰打着打着还打出一支装甲部队、重装部队，装备了最新式的、最先进的坦克、装甲车，让俄军啊他们的装甲部队不敢直接应战，只能躲在后面，躲在啊这个地雷阵的后面。今非昔比啊，这还不算什么，关键乌克兰人家现在提出对吧？国防他要自己生产啊、呃，这两天啊。 泽连斯基在乌克兰召开什么国防、什么工业会议啊？峰会什么无人机啊，对吧？什么这个坦克啊、榴弹炮啊，乌克兰自己生产导弹，乌军明年将投入。 十五亿美元用来生产无人机和远程导弹，这叫什么事啊？关键还有这个啊，土耳其的 TB-2 杠无人机啊，完全可以在乌克兰生产，不是组装啊，不是说从土耳其把零件搞到乌克兰来一组装，它是整个的就在乌克兰生产。乌克兰已获得土耳其政府的许可，离实施已经很近啊。这是这个 TB-2 杠无人机这个公司的总经理宣布的，乌克兰将是第一个拥有生产许可证的国家，就是乌克兰连 TB-2 这。 无人机都要国产化了，整个的自己生产。你说这个仗打的是不是乌克兰越打越强，俄罗斯呢越来越衰弱？乌克兰不光生产这些无人机啊，他还要用无人机去轰炸俄罗斯的领土上的目标。九月二十九号，乌军的无人机摧毁俄军天空 U 型三坐标监视雷达，大家可以看视频啊，这个叫米波预警雷达。按照 俄罗斯方面的宣传，该雷达有七百公里低空探测距离，既然这么厉害，那个无人机啊，它就是叫低慢小，它飞的就是低，然后飞的还慢，它目标还小。那既然你这个天空 U 型米波预警雷达，你专门是探测这个低空目标的，却发现不了乌军的无人机，你说这不是讽刺吗？这不就是个笑话吗？啊，所以这个俄罗斯的很多武器啊，这一次。 在乌克兰战场上可以说是让人大跌眼镜啊，跟他宣传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啊！这还不算什么啊，乌军啊又使用无人机首次飞往俄罗斯的索契啊，就是在十月一号早上七点四十三分，乌克兰无人机飞往俄罗斯索契的阿德列尔，飞到阿德列尔干什么呢？阿德列尔那个地方啊啊，实际上就是阿德勒地区啊，有很多俄罗斯的啊直升机机场，乌军的无人机啊就袭击这些索契的机场。 俄罗斯对乌军的这些无人机啊，是叫一筹莫展，一点办法都没有。他没有办法拦截，但是每次他的俄罗斯的国防部啊，他都对外宣称啊，所有目标均被击落，无人员伤亡。但实际上呢，正因为他没有办法对付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所以他只能想一些这个超前的啊，这个类似于行为艺术的一些办法，比如说在飞机上面放轮胎。现在好像在飞机上放轮胎，这个效果不是很明显。俄罗斯人呢又生一计，开始在飞机场啊画这个飞机，在停机坪上画一个飞。 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视频啊，看到这个图片，俄罗斯人在恩格斯机场地上画出图九五轰炸机的图案，试图啊通过这种方式迷惑乌克兰破坏小组和无人机操作员啊，至于说这个无人机到底是通过什么红外线呢，还是热成像，他都不管了，他就假设你是拿眼睛看的，所以我在地上画个假的。这个俄罗斯人呢，也是被逼得没办法，搞出这么多神操作，啊，就是清明节烧报纸啊，糊弄先人。这是战场的一些情况，我们再看看这个。 外交和援助啊，根据媒体报道啊，美国媒体称第一批坦克就是埃布拉姆斯啊，大约有十辆啊已经交付乌军，还有二十一辆没能交付。五角大楼此前表示会向乌克兰提供贫油弹。埃布拉姆斯坦克一直被称为最强的美制坦克之一，再配合贫油弹，美国媒体曾宣称该型坦克能够扭转。 战场局势不管多少辆，反正是埃布拉姆斯已经到乌军手上了。那这两天恐怕就要是骡子是马呀，拉出来溜一溜。俄军有能耐，对吧？就把它摧毁几辆，让它燃烧。这不是普京说的吗？普京说了，埃布拉姆斯坦克就是美国人的坦克，烧起来跟那个德国人的坦克是一样的，都很壮观呐。所以这个看看绍伊古有没有办法把这个埃布拉姆斯啊让它烧起来。你光靠地雷是不行的，地雷只能把它这个履带啊给炸断，把它炸瘫痪，让它烧起来，那必须得有那。 那个反坦克武器啊，击中他。这拜登说啊，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停止对乌克兰的援助。你看这个话说的多硬气啊！当地时间九月三十日，美国总统拜登谈国会通过政府的拨款法案称，称美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允许。 停止对乌克兰的援助。拜登在白宫发表的声明中表示，尽管麦卡锡议长和国会的绝大多数人坚定支持乌克兰，但在这份协议中没有新的拨款来继续体现这种支持。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允许美方对乌克兰的支持出现中断。拜登补充说：“啊，期待麦卡锡继续全力支持，继续向基辅提供在这个关键时刻所必要的援助。”这个就像那个美国的前副总统彭斯说的一样。 你美国人呢可以不支持乌克兰，对吧？你现在终止也可以。那接下来就是美国人，你要派自己的子弟啊到前线面对俄罗斯人，就这么简单。如果美国人不想发生这一幕，那就得老老实实的支援乌克兰。说到支援乌克兰。 这个英国啊，又走在了前面。为什么说又走在了前面呢？那英国人风暴运营不是他第一个提供的吗？现在正在乌克兰战场上，好像风头啊，是不是好像把那个哈马斯已经盖过了？现在到处都是风暴运营，那可是英国人第一个提供的。他不怕得罪俄罗斯啊。现在啊，他又来了。英国国防部长沙普斯表示啊，他计划派遣英国士兵前往乌克兰，开始在现场，而不是在英国训练乌克兰士兵。这个是每日电邮报报道的。 英国国防大臣格兰特·沙普斯准备将培训乌军的项目移至乌克兰，并呼吁国防公司在乌克兰设立工厂。这个沙普斯啊，在基辅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他在会谈中表示啊，将出动英国海军保卫黑海山泉。他这说话什么意思啊？一个是把这个培训乌克兰士兵那个项目啊挪到乌克兰去。他本来是乌克兰人呢、啊，到英国那些基地去接受英国人的培训。这个本来俄罗斯啊就已经很不爽了。 结果，这个英国人呢，为了效率提高，为了加快培训，哎，他把英国的部队派到乌克兰，直接在乌克兰领土上培训这个乌军。这个啊，就不是培训那么简单了，是你把部队、英国士兵派到乌克兰领土上去了。这个意味啊，就绝不是培训那么简单。实际上啊，到现在为止，你在乌克兰领土上没有英国部队。每一次啊，这个俄罗斯人呢，都宣称这个北约啊，或者英国啊、波兰呐、啊、这些国家是派了这个现役军人呢，在乌克兰。 偷偷摸摸地帮乌克兰，然后每次他们的导弹一炸，被炸中的这个地方就是北约的这些现役军官在开会，然后一锅端了。这每次都是这种报道啊，都是这种新闻。说着说着，你看看这英国人还真来了，你说这赖谁啊？哎，这你不说英国军队在乌克兰吗？现在人家光明正大宣布，马上要派部队去，虽然是去给乌克兰。 培训士兵，但那也是军队去了当教官呢、啊。这这是第一步啊，这后面说不定这就,就抄起家伙就要跟俄军干了，在实战中教学嘛，不一个道理吗？这是第一步啊，这可是开了个好头啊。第二步更厉害了，这个英国人说啊，他要派英国的军舰到黑海保卫山船，这是英国明确的啊表态。如果英国的军舰啊真的开到了黑海，那俄罗斯的那几艘船那彻底卸菜，也不敢动了。所以啊，英国人这两个动作啊，实际上是俄乌。 冲突的一个重大升级，这英国人是不断的在试探俄罗斯的底线，这个把底线呢一直往前移。这个普里克金说得好啊，说这个俄罗斯人画的底线内裤都画完了，内裤人的红线都用来画底线了。你看看英国人不停的在试探，普京有什么办法呢？这个英国国防大臣沙普斯啊，向泽连斯基保证，英国将继续与乌克兰并肩作战。他表示，英国正准备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帮助该国抵御俄罗斯在黑海对运载谷。 不带货船的袭击，我们在过去一个月左右时间看到了事态的发展。这确实是自2014年以来在黑海克里米亚的第一次。英国是一个海军国家，所以我们可以提供帮助，我们可以提供建议，特别是因为这些水域是国际水域。重要的是，我们反对在正常情况下不允许国际船只进入该水域。所以我认为英国可以在很多方面提供帮助。英国人这个表态啊，一公布之后，俄罗斯傻眼了。不光英国人呢有这个表态，德 德国人也提高了调门。德国联邦议会国防委员会主席齐默尔曼再次表示，应立即向乌克兰交付金牛座巡航导弹，以打击俄罗斯的后勤补给。齐默尔曼还表示，国际法允许乌克兰攻击俄罗斯境内的军事目标。他敦促总理舒尔茨停止等待，并开始采取行动。乌克兰有权使用金牛座导弹攻击被占领的克里米亚。这个德国联邦议会啊。 齐默尔曼主席，他不仅说呼吁敦促舒尔茨啊，把这个。 金牛座巡航导弹援助给乌克兰，关键是说什么呢？关键他说允许乌克兰用金牛座导弹打击俄罗斯的后勤补给，这就麻烦了。这俄罗斯的后勤补给，那克里米亚有，俄罗斯境内也有啊。就他这意思，就是说德国把这金牛座巡航导弹啊提供给乌克兰，乌克兰你爱打哪打哪，不要客气啊，就这意思啊。所以你说这个把俄国人呢又气傻了。你说英国和德国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啊，就这么气普京，普京能受得了吗？这么调戏普京啊，所以说。 啊，这个俄罗斯的口炮界天花板，口炮一锅，梅德韦杰夫坐不住了。哎，他先是骂英国啊，一个个来。这个梅德韦杰夫啊，他又在他的这个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啊。 一个新晋的白痴，英国国防大臣决定将英国对乌克兰士兵的培训课程转移到乌克兰境内，也就是说啊，把你们教官变成我们武装部队合法目标。他们清楚的意识到将被无情的消灭，而且不是作为雇佣兵，而恰恰是作为英国的北约专家。梅德韦杰夫扬言啊。 把英国派往乌克兰的这些军人呢，全部当做北约的专家啊！这回不是雇佣兵了，这是国家派来的部队呀。雇佣军是自愿的啊，民间的。你这是英国政府派来的，要无情的消灭。然后对德国呢，也没客气啊，说另一位傻瓜，姓氏难读的德国防务委员会主席，要求立即向班德拉分子提供金牛座导弹，以便基辅政权可以打击俄罗斯领土，削弱我军的补给。他们表示这符合国际法。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制造这些导弹的德国工厂的攻击将完全符合国际法。这些白痴正在积极推动我们走向第三次世界大战。梅德韦杰夫的意思是，乌克兰如果用金牛座打击俄罗斯领土，那么俄罗斯就有权利打击生产金牛座的这个工厂。那不就是打击德国的领土吗？你说梅德韦杰夫是不是早酒又喝了，喝超了，喝嗨了？他还说啊，西方国家正在向局面引向第三次世界大战。 北约国家白痴领导人在变多。 还是那句老话啊，我感觉梅德韦杰夫啊，他是指桑骂槐。他说什么北约的什么白痴领导人，他骂的就是普京啊，这个不用怀疑啊。而且他骂的时候一定是非常解气，非常这个解恨。他骂普京是白痴，然后他也给普京下达任务，什么任务啊？乌克兰只要敢用这个金牛座啊打击俄罗斯领土，那么你普京啊，你赶紧就得打这个德国的领土，你、哎、别怂，别装孙子，别到时候又做缩头乌龟，他就是这意思啊。 啊，至于说嘛，把乌克兰领土上那个英国人呢，英国士兵给消灭了，那都无所谓，因为你在乌克兰领土上，他那个导弹不长眼，炸着了，干你倒霉啊，这都好解释啊。他要打击德国领土，你说这个人人家德国提供了豹尔坦克你，你咋不打德国的那个莱茵金属公司呢？那豹二不是莱茵金属公司生产的吗？为什么提供这个啊金牛座巡航导弹，你就要加码了呢？呃、啊，要普京去打击这个德国领土，你这这不就是加码吗？所以我觉得这个梅德韦杰夫啊，他就。 就是在给普京下套，在供火浇油。他现在是看热闹不嫌事大，对吧？你打的越厉害越好，这这样普京好早点下台，那、哎、他就有机会。你看是不是他一直在供火浇油啊？梅德韦杰夫认为，按照相关的国际法，俄罗斯人攻击德国完全符合国际法。现在就看普京你敢不敢了。所以梅德韦杰夫这个强硬表态啊，很霸气，显得有理有据。他还讲了国际法，看样子这个酒啊还是有三分清醒的，层次分明。你说他讲法律了吗？这个你如其说他是在。 威胁恐吓德国和英国，你不如说他是在给普京啊下达 KPI，给普京供火浇油。你这普京是叫封箱里的老鼠啊，两头受气啊。到时候乌克兰人家可不怕呀、啊，乌克兰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你说老虎的屁股摸不得，他偏要摸一下。所以啊，金牛座导弹只要到了乌克兰，乌克兰一定会用它，哎，打这个俄罗斯的目标啊。他就看你敢不敢打这个德国。普京到时候如果打德国，那他就完蛋的快，就相当于自杀。他不打德国吧，那自己。 在国内面子没了，梅德韦杰夫已经说了，对吧？按照国际法你是可以打的，你为啥不打呀？还不是怂啊！你怂你还要连任，还要干一届，还要干两届，这这都是梅德韦杰夫的潜台词啊！这个梅德韦杰夫还说了啊，他说在武装部队新兵会议指出，从年初到九月二十六号，俄军方已招募了超过三十二点五万合同兵加入联合部队，合同兵增加了这一点很重要，要记得，最早俄罗斯只有将近二十万合同兵在乌克兰作战。 你看看这个梅德韦杰夫什么意思啊？他说啊，已经招募超过了三十二点五万合同兵，以前只有二十万，那意思说一下又增加这么多。哎，告诉普京啊，这个士兵可是够的，你可别千万说这个俄罗斯兵源不足，那算账给你听，对吧？这个三十二点五万人，你这么多人你都打不赢，你在那儿打成这样，你怎么好意思？就是处处都在寒碜普京啊！你说的寒碜普京啊，还有一个人呢，就这个口炮界的伊哥，那还有口炮界的天花板，这个卡德罗夫，卡德罗夫。 夫跟梅德韦杰夫啊，两人不分伯仲啊，两个人是，在俄罗斯的口炮界那是并驾齐驱。十月一号，俄联邦车臣共和国领导人卡德罗夫接受俄罗斯电视频道节目《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普京啊，这个电视频道啊，这节目采访时表示啊，他绝对健康。所谓他身体患重病的谣言，是他的敌人散布的。卡德罗夫指出啊，关于他病情严重的谣言，是那些企图摧毁俄罗斯国家、民族和宗教的人散布的。卡德罗夫称，他们已经在播放我下葬的片段。九月二十八号，卡德罗夫在回答有关。 其健康状况的问题是说阿赫迈特特种部队就是力量，并展示了自己的二头肌。这个卡德罗,罗夫啊，他对普京啊。 再三承诺、赌咒发誓，我们将百分之百执行您的命令啊，请普京放心。卡德罗夫还表示啊，说他为自己十五岁的儿子啊殴打一名被指控焚烧古兰经的囚犯感到自豪。谁会焚烧古兰经呢？车臣应该不会的，因为车臣都信伊斯兰教，不能焚烧那个经书啊。焚烧经书的一定是俄罗斯人啊，他们信东正教。他们宗教冲突的时候，就有俄罗斯人呢、啊、把这个古兰经给烧掉。结果这个卡德罗夫的儿子。 去把人暴打一顿，卡洛夫说啊，我为他感到自豪。他跟普京说这个什么意思呢？很显然啊，一面跟普京赌咒发誓要听普京的，一面说自己的儿子很厉害。这大家想一想，这个跟东方大国这个有点像，称天,天才嘛，这就,就是夸奖自己的儿子、啊，实际上是想获得这个普京的认可，普京给他赞赏，封他，对吧？或许可以让他接卡洛夫的班呢、啊。说白了就是讨讨封讨赏。 要普京册封他，要不然他不可能跑到普京这儿吹自己的儿子嘛。十五岁啊，就殴打这些敢烧《古兰经》的这些人，捍卫宗教，捍卫信仰。不知道普京呢、啊，当时心里是怎么想？或许他想，什么时候把卡特洛夫的儿子叫过来，也得让他中毒啊，要控制起来。往后啊，这个毒啊，要多配一分。哎，这么小就敢打俄罗斯人，那你说大了了得。一旦掌握军权，那他他不就造反了吗？英国情报部门报告称啊，俄罗斯二零二四年提出。 十点八万亿卢布，大约是一千一百二十亿美元。国防预算、国防开支将占公共开支总额的百分之三十，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六，比二零二三年增长百分之六十八。俄罗斯正在为多年的战斗做准备，什么意思呢？国内生产总值百分之六用作国防开支，这恐恐怕还不包括其他的。美国 GDP 是二十五万亿美元，如果把它的盟友啊、西方国家都加到一起，大概是五十五万亿美元。按照俄罗斯这个标准呢，百分。 六用作这个国防开支，那这个美西方百分之六什么概念？三万三千亿美金，美西方只要拿出 GDP 的千分之二，就是一千一百二十亿美金，拿出他们 GDP 的千分之二，就跟俄罗斯的百分之六是一样。所以说这个账轻轻一算就知道了，谁能？ 坚持到最后，美国拔一根汗毛啊，比俄罗斯的腰都要粗啊，你怎么打呀？俄罗斯这个二零二四年的国防开支是百分之六，美国呢，二零二四年是百分之三点七，大概是八千七百亿美金。从这点也可以看出啊，俄罗斯啊，为了打仗，已经是拼光了老底啊。当年苏联对吧？前苏联比现在的俄罗斯要强大十倍，强大的多，因为它领土大呀、啊，国家也多，国力更大。那时候是真正的第二，美国都怕。结果啊，前苏联十年阿富汗。 战争打一个阿富汗呢、啊，结果消耗的灯枯油尽，最后直接导致苏联解体。所以说现在啊，乌克兰比阿富汗也强得多啊。阿富汗那都是游击队啊，他有坦克吗？有飞机吗？有导弹吗？对，阿富汗是游击队，躲在山里面。这乌克兰是正规军啊，人什么都有，越来越强大。那你说俄罗斯跟乌克兰打，俄罗斯实力又弱了，这么耗的话，应应该耗不过三年。二零二五年差不多俄罗斯就解体了，让我们拭目以待啊！好,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